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今天呢我就是会中心的一种书这种是画书了哈，不是水果书了哈。这边是莲花，然后这里我们叫做是枪花这个名称可能是跟一些地方是不同哈，可是这种是莲花应该是一样。今天我已经找了一些这边我刚刚从我们的池塘里面挖出来的一些泥巴，然后这个刚好找到两个大的盆子现在呢我就是会做一些处理，然后会种这些小刚刚找到现在会首先是我先处理这个了因为人家是丢掉所以这些呢还是比较乱的这种你看这个的话不晓得还能不能成活了，因为人家已经丢掉了一段时间。感觉上还是不错的现在我先种这种再放远一点。我现在这个的话暂时是临时而已，因为还没有更大的盆子。这一颗呢暂时会这样子
啊，这边是泥巴，里面我已经放了一些哈，现在再放满了一点，然后种完之后再放一些水。临时是先啊，我这次是第一次做哈，我先把它插在泥巴里面。啊，我现在差不多。这样子，目前就是会先种这两棵，好，我们再加多一点的水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视频呢先分享到此而已。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给我留赞、留下评论、订阅、关注我的频道哦，谢谢。